动结舞一公练习后竟直接蜕变，果然上专业课还不如上袁娅维的免费大师课。The way to some time to survive you, the matter on the other side. 在一公赛前的练习中，张雨曦从最初的五音不全变成了开口就能让导师夸赞，而这个功劳真的少不了免费大师袁娅维本人。在赛前小考时，张雨曦在听了袁娅维的歌声后声称可以有免费的大师课啦，这就叫真正的大师课。我们组好几个免费大师呢，我要蜕变了。而小考的时候，他的发挥虽说还算稳定，但由于时间紧迫，他与其他队友相比还是差了很多，于是袁娅维便开始了导师模式主攻张雨曦。而严师出高徒这句话果然没错，在袁娅维的帮助指导下，张雨曦也慢慢开始蜕变，从最初在初舞台那个要颜值有颜值要歌声有颜值的张雨曦，蜕变成了自信的张雨曦。 If you don't wanna see me dancing with somebody。虽然整体来说还是不够专业，但是张雨曦也在导师以及免费大师的帮助下进步了特别多。那么你们期待郑妮可他们组的表现吗？小沈阳时隔19年终于圆梦了。我就什么时候一元合唱这首歌的梦是轻气球向天外飞走。最后今年小沈阳携手孙楠合唱拯救，差点杀穿了半个哈尔滨，让在场上万的观众都为此疯狂。因为19年前这首歌曾是小沈阳的执念，在05年小沈阳最低迷的时候，他每天晚上都要喝上6瓶啤酒，并且疯狂练习拯救这首歌，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度过低谷期。每天晚上差不多吧，喝上6瓶啤酒，必须要唱这首歌，每天如此。而后在斯卡拉的舞台上，他再一次选择唱了这首歌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和孙楠同台站在一起合唱。今年小沈阳终于实现了他05年的梦，当孙楠的声音响起的瞬间，台下就已经有不少观众都为此尖叫震撼。小沈阳也一直没有飙他擅长的高音，反而对原创表现了谦卑与尊重。那么你喜欢小沈阳与孙楠的合体吗？